跟慈济宫的团队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到了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事项。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把这个表面的涂料把它清干净。那准则就是我不能够去伤害到食材本身，以及它本来有一些地方它有红色和黑色的这些颜料，那比如说在眼睛啊、舌头啊、鳞片这个地方，它可能原来就有一些颜色的地方，我也不能去伤害到。那所以我们的做法会是比如说用棉花棒很缓慢的去滚它，那慢慢的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8月15号的时候已经有做过一小块的一个试作，那效果是有的。